Hello, everybody， 来看到吗？我们有多够力啊 ？OK， 下雨天啊都不会放弃给你们福利啊！来，所以在位的朋友们，有在的朋友打在上来 ，OK， 分享了的朋友啊 ，OK， 帮我打上来一个关键字，有你真好啊 ，OK， 现在啊，今天是我们的，现在到我们的泰国妹给你们福利了啊 ，OK， 啊。我一直开了，现在到泰国妹的产品要开福利给你们了吗 ？OK， 我这个产品啊 ，OK， 泰国妹的这个产品啊，你买给妈妈用，买给谁用？我跟你讲啊，每一个人都要用到。那么这个产品在外面买很贵，今天啊，给你全码最优惠的价格。OK， 来，先帮我分享先啊。OK， 先分享先啊。啊，先帮泰国妹分享先啊。人数来给他勾勾力，先500人先。500人马上揭晓什么产品啊 ？OK， 所以有在的朋友打在上来先。那么呢，如果你已经公开分享直播了，对吗？你记得一定要打上关键字，有你真好。你打上了关键字，你的名字上面有分享者，等下你可以抢购全码最优惠的价格。OK。非常值得啊！来，现在200位朋友了啊！来，给我们人数到300、400、500先。啊，给我们三 ，OK， 500人我们就叫撒一开柜了啊！来，赶快啊，大家分享够够力先啊 ！OK， 先分享够够力先，然后已经分享了的朋友呢，爱心帮我刷上来，然后呢，那个 like 啊，帮我刷上来 ，OK， 帮我刷一整排上来啊！所以呢，来我看一下 comment 一下 ，OK。昏听会够力啊 ，OK， 什么够力？你是讲我下雨都开播是吗？很够力对吗 ？OK， 没有办法，母亲节嘛，当然是要给你们够够力的福利 ，OK， 要给你们够够力的福利啊。单切力来分享了，来，很多人都分享了啊 ，OK， 现在250人了，来给我500人先。HK Lau 来 JJ 干杯，来，等下我跟你干杯啊，来，很多人现在刷上有你。OK， 很多人刷上有你真好了啊，就是代表已经分享了，对吗？感谢你们啊！你们要记得分享了过后，那个 like 还有爱心一定要给它刷上来。所以现在开播已经三分钟了啊，所以来讲呢，来我们等人数进到完来先，因为呢十分钟过后我就会开始介绍产品。为什么要等到十分钟？你们不要嫌我啰嗦，因为呢。Facebook 最近 update，OK，、okay? 最近 update 啦、啊，所以来讲呢 ，OK， 要十分钟呢，很多人才会收到那个直播通知，他才会进来。所以来讲啊 ，OK， 我如果你们要我不用等到十分钟开播啊，你给我500人 ，OK， 快快给我500人，我们就马上开柜了啊，马上开。我们呢，下大雨，我们都还拿出来了，你们还不快点分享啊？赶快分享啊！给你们够够力的福利啊！赶快分享分享先啊！来，所以呢，现在呢，来要300位朋友了，要300位还不够，要300位朋友了啊！继续帮我们分享先 ，OK？ 没有公开分享的，继续帮我啊！对呀、啊，继续帮我们分享啊，各位朋友们 ，OK？ 现在呢，分享了过后呢，你们的爱心一定要跟他刷上来啊 ，OK？ 打了，你们快 ，OK？给爱心跟他说上来啊 ，OK， 这边来，你们看啊，各位朋友们 ，OK， 这边有 like， 这边有爱心，你们一个人按一个 like， 一个人帮我按一个爱心上来。为什么叫你们按 like 跟爱心呢？因为呢，如果你有按 like， 你有按爱心，我们的系统就可以 detect 到你的分享者啊。来，现在呢，分享先，分享了打上有你真好啊。来，今天泰国妹的这个福利呢，我给你们知道啊，泰国妹没有卖过的产品。那么呢，他没有卖过这个产品，可是呢，他非常熟悉这个产品。为什么？因为呢，他就是说，他亲身经历过那个状况。那么他用了这个东西，他改善了他这个状况。所以不是开玩笑的啊，大家来，给、okay? 要分享够够力啊 ！PM PM Honda 的雨伞，来啊！所以现在300位朋友了，人数。人数还不够啊 ，OK， 五分钟了，还有五分钟，我们就要正式开始了啊。现在300多位朋友了。OK， 分享一次在你们的个人主页就可以了啊。爱心刷上来，那个 like 跟他刷上来。对，
OK， 其实他不用讲话的啦，由我来讲就可以了，因为他这边讲话收不到音。OK， 因为啊 ，iPhone 要在这边讲话才会收得到音的。所以呢，来阿姨，我们现在啊，我们开一点点给大家看先。啊，现在来，我们开始可以开柜了啊，开到柜来，差不多十分钟了，就差不多五百人了的。OK， 来啊，现在开柜了啊，所以大家 ，OK， 大家等下啊，这个产品啊，泰国妹只有一百套罢了是吗？只有一百套罢了，一百套罢了啊，全马最批发的价格，外面找不到的。所以你们分享了过后，你们准备好等下抢购。OK， 准备好等下抢购啊。那么如果之前呢有跟我们 online gaki mo 买到这个产品的朋友对吗？如果你用的好用，你打上来分享给我们的新粉丝。OK， 来，现在呢已经要接近四百位朋友了，来赶快分享先啊。OK， 先赶快分享先。所以来讲呢，来傻义你有没有力哦？啊，有力啊，来开到一个了，来可以打开了，可以打开了啊。OK， 可以打开了。那么你爬进去里面找 ，OK， 你爬进去里面找啊，爬进去里面找。哎，你爬进去了就不用雨伞了吗？怎么还有雨伞 ？OK， 现在四百位朋友了啊，来，现在已经四百位朋友了，所以来讲啊，大家来继续帮我分享，还有三分钟，我们的泰国妹就要开始介绍这个产品啊。这个产品呢，等下你看到的时候，对吗？你就会看到它的quality。哇，你只会哇哦。然后呢，它很 chill， 它很 solid。最重要什么，你懂吗？啊，很阿大啥？啊，它很阿大啥？就是很阿大的意思呢，就是很有 quality 的意思啊。来，现在四百五十位朋友了啊，有找到了没有啊？傻义，找到了啊。来，我们现在等到五百人先 ，OK， 我们就叫傻义拿下来 ，OK。OK， 要五百人我们才拿下来呀、啊，所以来呀、啊，来，那个泰国妹你可以接手了 ，OK， 来，不用了，不用了，我等他拿下来，我直接跟他们讲这个是什么产品先，来，傻义拿下来了，还等什么？五百人了嘞，五百人了嘞，快点拿下来了，五百人了，五百人了啊 ，OK， 来五百人啊，再继续分享，看有没有七百、八百、九百、一千 ，OK， 来，现在呢 ，OK， 拿下来放这边，啊，拿下来放这边啊。OK， 这个东西是什么产品来的？来开出来看一下，开出来看一点点。我听讲哦，它有长有中有短，是吗？是。对吗？那么它的quality很 solid， 对不对？对。来，所以各位朋友们，今天介绍什么产品？来，我给你们看啊。今天如果是有买到我的父亲水壶的朋友啊，用我这个东西就对了，对它不会影响那个hydrogen。对。对啊，分享了打上有你真好啊！来，现在要六百位朋友了啊，所以来什么东西那么好料 ？OK， 我给你们看，今天呢，我们的泰国妹要介绍呢，就是这一个 OK， 来自 OK 很好很好的厂家的，这一个是什么呢？三零四水平，很 solid 啊，整个都是三零四的那个构造来的。那么呢，我给你们看啊。今天这个东西呢，我给你们看，看到吗？它很 solid 的啊，全部都是白钢。六百位朋友们，我等下给你们全马批发价格，来泰国妹来接手六百位朋友啊，六百多位朋友，给大家看看它的quality有多够力啊！来，各位朋友，我直接来给你们看一下，今天你们在外面市场上有看到这种白钢的保温瓶。平时750ml 的一个价格都已经要120块，110块，对不对？今天不用，明白吗？那么包括今天1000ml， 你们在市场上发生有看过的话呢，一个都要170、180，没有170、180你买不到啊。OK， 再来，这个是最大容量1200ml， 1200ml 你去跑 shopping mall 没有199你都买不了。最重要啊，你给到这样子的价位，但是呢？它保温最多去到8个小时就没了。今天这一个保温西北勾力，它可以保温15个小时，明白吗 ？OK， 15个小时，保温至少15个小时。那么
今天来，我现在给你们看啊，很厉害的示范先。因为讲这样多，你们可能还不相信。最主要啊，各位朋友们，我给到你们的价格，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太优惠了，而且品质这样的 quality， 你在外面要找到这么优惠的价格，找没有，明白吗？对，找没有。OK， 所以来，现在的话啊，我们这边呢有准备了一壶这个保温瓶。OK， 那么这个保温瓶里面呢，我们撒液里面啊是装着冰块。OK， 装着冰块。那么这个冰块呢，我们等这个锅子里面的水滚滚了，对吗？我直接用它拿来煮我们里面这个冰。OK， 如果是普通保温瓶，你们这样子拿来煮，对吗？基本上你没有到一个呢两个小时，你的里面的冰块已经融化了。现在我们直接用它来煮啊，最重要啊，各位朋友们。OK， 所以如果呢，你们如果跟泰国妹一样啊，之前我因为一直喝那种呢plastic 的水瓶，导致到我的嘴唇一直会有唇炎。你去看皮肤科，一次两三百块，今天不需要了啊！我给你最优惠的价格，让你彻底呢解决你这个唇炎的这个问题，把这个根部啊完全解决它，明白吗？所以来，还有谁？你们如果是刚进来没有公开分享直播的，你们先去公开分享直播，有分享了刷上来关键字，有你真好。今天我做福利给你们啊 ，OK？ 所以大家办完好啊，国宾利也是办完好啊。来，沙溢，现在你拿出一个出来啊，来给大家看一下它里面的quality啊 ，OK？ 今天那给你们看啊，它这一个呢是全 SUS 304白钢制成的 ，OK？ 包括它唇边这边来给你们看啊，看到没有？里面还有隔渣网，有看到吗 ？OK？SUS 304啊，那么来，沙溢把那个隔渣网拿出来先 ，OK？ 今天这一个保温瓶，你要拿来放茶，你要拿来包那个花茶，在 office 喝可以吗？没有问题，因为我们有给你这个隔渣网，里面呢，它这一个瓶身里面，它也是 SUS 304有刻字了的，骗不到你们的 ，OK？ 所以来，现在呀，我将它呢放回下来先。我们这边呢，煮在那个滚，煮在那个水，等它滚，明白吗？水滚了之后，你们就能看到啊 ，OK？ 这样大火在那边滚，里面的冰块都不会融化 ，OK？ 里面的冰块都不会融化。那么沙溢这边呢，你煮在那个养生壶的水啊 ，OK？ 我们呢，开气号键，煲汤键，对，给它煮到100度，大滚了之后呢，来，我们直接将它倒进去这个保温壶里面啊，看清楚啊 ，OK？ 100度烧烧滚滚的水倒进去我们这个保温壶里面，对吗？然后我们跟它盖上盖子，等下我们直接将它放进去装满了冰块的冰桶里面。OK， 我跟你讲，这个示范没有一个保温瓶敢做这样子的示范。如果今天它的保温效果不好，还是它的杠不够厚，基本上它不可能能做到这样的效果。相信很多人会问哦。装了这水，外面摸着会不会烫手？来，今天你看了吗？外面不会烫手啊，各位朋友。OK， 即使今天我们里面装着的是100度大滚的水，我们外面摸呢，我们是不会烫手的，因为它的杠子够厚，而且它保温效果可以去到15个小时。OK， 15个小时，你们自己算一下。如果你是去 shopping mall 买的话呢，基本上你根本呢，要花一个200块你才能买得到，明白吗？来，现在啊，沙溢，你将这个装满了热水的 ，OK？ 热热的水装了，对吗？我们放进去这个满满冰块的冰桶里面。等下我们过了一个10分钟，我再回来给你们看啊。开了出来，它里面的热水啊还会冒烟的，这个才叫做真正的有效帮我们做保温，明白吗？当然，如果今天你要保冷，你里面要放呢冷水，还是你有打包那个 Nescafe 冰可以吗？没有问题啊 ，OK？ 它这个保温保冷没有问题，保温是15个小时，那么保冷呢，它是去到20个小时的，明白吗 ？OK， 所以来，现在呀，我想问300多位朋友啊，你们这边呢有没有人想要抢购我们这一个的优惠价格 ？OK， 今天的优惠价，今天母亲节，你要买给你自己的母亲，你要买给你们的爸爸，还是你自己有孩子，每次半夜要泡奶，你的保温壶不够顶热，对吗？今天我跟你们分享这个产品 ，OK， 那么今天要抢购我们这个优惠价格。
价格的，对吗？你们打上来一个八号 ，OK？ 八号上要知道价格的，打上一个八号。我今天只做100套优惠价格，100套我就结束了，我就呢直接收起来，明白吗 ？OK？ 今天它有三个容量啊，有750ml， 有1000ml， 跟最大容量是1200ml。OK？ 那么基本上这三个容量你在外面有看到，小小只小过750的都有，但是呢保温效果不好，价格还很难下手的，对不对？今天我给你们最平民的价格，抢购到最阿达斯的产品啊 ，OK？ 抢购到最阿达斯产品，所以来要抢购价格，你们打八号先。那现在你们看啊，我们这边的锅子呢，里面已经滚了，而且我们放的位置啊，我不是放旁边，我们是放正中间，它发热盘的位置有看到吗 ？OK？ 如果是将你家里的那一个呢，把温壶这样子来做啦，我跟你讲，里面的冰块很快就会融化，融成水。但是呢，我等下从开播煮到结束，你们就能看到它的品质去到哪里。OK， 谁有跟我们的姐姐买过我们这一个保温壶，还是你有跟表妹买过的？你帮我跟大家讲一下这个产品好不好用 ？OK， 耐不耐热？今天它这个quality不是玩玩的，包括啊，今天我给你们。跟你们分享一下泰国妹的这个转过来跟你们分享一下泰国妹之前啊，我不懂老粉丝有没有在啊，之前我的嘴唇时常会有发炎，那么导致到呢它反反复复发炎呢，我就去看皮肤科医生，我看一轮300多块，我没有骗你们，我拿药只拿3种，我进去没有超过5分钟的时间，他已经要给我收费300多块，那么到最后才发现原来不是我的口红的问题，我相信很多女生呢，你们也会面对到这样的问题，对吗 ？OK， 那么今天你们要注重回你们水瓶的材质，因为如果你是喝 plastic 的，你的嘴唇它这个唇炎呢，它只会反反复复，它不会一直断根，明白吗 ？OK， 今天你要断根，你就换水瓶，你就换这种白杠的水瓶，明白吗？所以你看我现在的嘴唇啊，我是不会呢有这种发炎的情况，我给你们看我之前的那个丑照。照一下啊，是很丑一下了 ，OK？ 那看到吗？之前我的嘴唇啊是已经发炎到这样子的程度了。我跟你讲，我每一天要上镜头了嘛，我这样子的嘴唇怎样见人，对不对？对啊、身为女生要有 image 的嘛，包括男生也是一样啊，人家会以为你做了什么来 ，OK？ 那今天来300多位朋友。我做福利给你们 ，OK？ 虽然这个 quality 它可以卖到200块，我今天不卖你们这么高价 ，OK？ 我做薄利多销。那么今天谁名字上面有公开分享的，有 share 的，对吗？来，我直接让你们抢购，但是记得有公开分享了，打上有你真好这个关键字啊 ，OK？ 所以来各位朋友，记得我今天做保价5年的时间给你们保价。对，包价5年，包价什么你知道吗？是电器 ，OK， 不是电器，我依然做保价。为什么我敢这样大声？因为今天它的那个保温效果跟它保冷的效果，如果是讲了5年里面它有任何的不好的话，你拿回来我退回给你们，或者是直接帮你们做保价。那么今天基本上没有人卖保温壶卖到做保价的，我做给你们啊。我们做给你啊，因为我们对它的这个品质非常有信心。对，我们对啊品质很有信心。当然你要记得，如果你是不小心跌去地上的，你要照顾，明白吗？跌下去地上那个我们就没有保啊。保的是如果你买了回家5年里面没有跌没有破，它还是不能保温，我们直接做保价给你，明白吗 ？OK， 来，所以今天给你们知道完了，我看到很多人打上8号要知道价格了，对吗？来，小编帮我打上来。优惠价我只做100套，100套我就关标，明白吗？今天这一个750ml 的，你在外面购买全 SUS304， 它的价格都要去到110到120 ，OK？ 那么今天它的保温效果呢，还要只有呢，7-8个小时而已，对不对？那么你买1000ml 的，它的原价你在 Aeon 看到都要170到180的价格，1200ml 没有200块买不到 ，OK？ 没有200块买不到啊！来，今天听好了呀，
我只做100套。对，我不管你给我拿小拿中拿大的容量，我全部做一样价格，好不好？统一价格，统一价格给你们啊！你在外面买大的肯定收比较贵，我今天全部统一给你们一个价格而已，原价。今天你在外面看到至少100多块，我不要啊，挺好，好吧？要的朋友们先给你们贴士，你买一个没有那么的划算，买两个会比较划算。所以如果你要送你们的妈妈，你要全家人一起用不锈钢解决唇炎的问题啊！来，今天挺好来呀、啊，一瓶只是需要50八零几。五十二零几啊 ，OK， 今天一瓶只是需要52零几 ，OK， 西马邮费一个8块钱 ，OK， 所以就变成了你买一支包马邮费要60块，对不 对？来，听好了呀，你今天给我下单两只，两我不管你拿什么容量啊，2只100块带回家，来2只100带回家。2只100块带回家，我西马做免邮送到你们家门口啊！100块还要西马包邮？100块还西马免邮？今天你妈妈要用的，你直接带走2套。那么加上，如果你家人、你们的老公、你们的孩子有2个，加上你自己有4个，你直接给我拿2套，明白吗？你要一个你就打上来 A1， 要2个你就打上来 A2， 要3个你就打上来 A3， 明白吗？那么今天。你买上2个西马，我们做免邮给你们 ，OK？ 所以来，现在100套开始计算啊 ，OK？ 今天有送你们袋袋的，你买一个我就有送你这个保护袋，很秋的。我跟你们讲，这个袋袋是皮质全 leather 的，这一个袋袋呀、啊，这个袋子你在外面买，你是要加一个30块钱，你才可以加到。今天我直接 block in 送买给你们，你们都完全不需要加，100块钱就是这样子，2只包买袋。明白吗？小孩子带去上学很好，尤其你们的小孩子呢，不要给他喝太多冷水。女生，尤其是女生，你给他里面喝温水，给他在里面保温，明白吗 ？OK， 要来面交，我们店在 KL 格蹦。当然，我今天西马是做免邮啦。OK， 东马呢，我们的运费啊，一只是12令吉，你买2只24令吉。新加坡包邮算新币，一只是40新币。现在开始让你们下单抢购来呀，你们。要下单你们自己刷上来呀、啊！我现在呢给你们看，我这边呢煮着这个滚滚的水呀、啊，有看到吗？烧烧着它，里面有冰块。OK， 放在正中间发热盘，里面有冰块，有看到吗？完全没有融化，今天就可以证明了它的杠到底有几层厚，它才可以做到这样子的保冷效果，明白吗 ？OK， 所以今天大家你们敢敢真的下单，外面你真的找不到这样的价格，而且你外面保温6、7个小时，基本上就 game over 了 ，OK， 就不热了，就冷掉了，对吗？这个我跟你保证，保温15个小时 ，OK， 你放 Nescafe 冰它一整天20个小时都是冷冰冰，冰块都不会融化。OK， 尤其好像我们做直播这样 ，OK， 我们有这个我们的这个 hiking 水平了，对吗？啊，我们放了打包了那个 Nescafe 冰进去，到我们关播开了2、3场直播，它里面的冰块还是一粒一粒的，依然是冷冰冰的。对，依然还是冷冰冰的。那么各位朋友们记得啊，你们要什么容量，你们自己打上来 ，OK， 有750ml， 有1000ml， 还有我们这一个1200ml， 有下单的你们自己 mention 啊，明白吗？有下单。你们自己 mention OK， 所以来呀，我看一下、啊、很多人有下单对吗？来呀，我看到你们很多人名字上面没有分享者嘞，记得先帮我公开分享直播啊。来，我读一读 comment 啊，因为呢刚刚忘记读了，太多了啊。来，妈咪瑶有套吗？有 OK， 今天你每买一只，我们就送你一个这个皮质袋袋 OK。买到有送，但是记得一定要有公开分享直播、啊。对，只是需要公开分享直播，24小时里面汇款，我们就送西马，我就做包邮给你们 OK。5年内破了，我们就1赔1啊 ，OK， 包价给你们5年，明白吗？来，所以我再看下还有谁的留言我没有读到啊？那记得分享了，你们打上了关键字“有你真好 ”，OK， 打上关键字“有你真好”啊。来，大的多少对吗？来 ，Kelvin 券大的最大是1200ml，OK，1200ml，大
的最大1200 ml， 明白吗？它有这个小皮带给你们拿出街 ，OK？ 而且给你们近看，它的钢制很漂亮。最重要啊，这个产品除了它保温效果真的是很棒，除了它的保冷效果可以去到20小时，最重要它解决了泰国妹一直以来的这一个难题，就是我的唇炎、嘴唇的发炎啊，你明白吗 ？OK？ 因为我有问医生，我要怎样断根，他给不到我方式，他讲我帮不到你，我的药我只能给你断，暂时性让它缓和，但是吃了啊，停了那个药啊，一个礼拜过后又反复。有谁你们今天有面对到这种问题的？我跟你讲，真的是很头烧 ，OK？ 你看一次皮肤科医生又跟你300多块这样收，我宁愿今天你在这里啊，跟我 online Gakimo 购买这个保温壶 ，OK？ 因为它可以断掉你这个问题，再加上你买2个才100块，你敢跟我买4个？我们只是需要200块钱。你在 online Gakimo 用200块买4个，你在外面最多我给你买到1个而已，两个 ，OK， 1到2个而已啊。今天在这里降了价格，4个带回家 ，OK， 4个直接带回家，多少钱？对马来亚关龙庆啊，我等下再报价多一次给你们听，明白吗？我现在给你们看啊，刚刚我放下去的那一个保温壶啊 ，OK。我已经讲了差不多有接近一个10分钟的时间 ，OK？ 因为开播的时候我已经将了100度的烧水倒进去这个保温瓶里面，然后将它放进去这个装满了冰块的这一个冰桶里面啊。来，我现在让傻一牙开出来给大家看啊 ，OK？ 这个里面的热水，它经过了这么低温的温度，它会不会瞬间降温？还会不会冒烟？你们注意看啊。OK， 看清清楚楚啊。OK， 看到吗？今天这个保温壶它出到来，放到冰桶里面出到来啊，它还在冒烟的，有看到吗？有看到的朋友，麻烦你打个有上来好不好？因为我这边的手机，我怕你们看不清啊。OK， 我怕你们看不清，有看到吗？烟直接冒上来，这么多冰块的冰桶呢，各位朋友们，这边至少有零下不懂多少度。OK， 真的是超级冷啊。OK， 今天完全没有降到它里面的温度，还在冒烟。OK。还在冒烟，所以今天我跟你们讲，它的品质、它的 quality 真的是很棒，而且它的钢制够厚，明白吗？你们不用担心 ，OK？ 所以来，还有谁你们刚进来还不知道价格，还没有看到我们前面示范的，对吗？你们打一个1号上来先 ，OK？ 现在啊，来傻义，我们来泡个茶给大家看一下 ，OK？ 因为里面我们是有给你们那个 SUS304 的隔渣网 ，OK？ 有给你们这个 SUS304 的隔渣网。来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看到吗 ？OK， 所以今天你要泡茶叶，你放茶叶下去泡，它的茶叶不会呢让你吃进去嘴巴有那种涩涩的味道。OK， 来，现在茶叶你准备泡一下那个茶，我看一下大家留言啊。OK， 小编。你帮我看一下，我今天只有100套，因为我看到很多人2个2个这样拿 ，OK， 所以基本上我100个呢，很快我就是要关播了，明白吗 ？OK， 那么妹妹，我看到你有下单名字上面没有公开分享啊，那记得啊，各位朋友们 ，OK， 我给到你们全马最低价、最值得、最阿达的产品，我只有一个要求，好不好啊，各位 ？OK， 你们帮泰国妹呢公开分享这一场直播，去你们个人主页一。一次就好了啊 ，OK， 一次就好了，不用多。怎样分享？很简单，你按左下角的这个 share，OK，、okay? 按了 share 之后，你们按 right post， 把这一个设置为 public 啊 ，OK。把这个设置为 public， 然后 post 在你们个人主页一次就好了。那么你下单，你有留言，你有打上关键字“有你真好”，它会直接显现出来给我看到，看到吗 ？Ukrelis 还没有分享 ，OK， 卷力就已经分享了，明不明白，各位朋友们 ？OK， 所以来呀。现在我们撒叶呢，放了那个茶叶进去，对不对？放了茶叶进去。OK， 放了茶叶啊，来，我们直接把这一个热水先倒进去了先。OK， 100度滚滚的烧水还在大滚中啊，倒进去里面，倒了进去里面，对吗？我们再安装上它附送里面的那个隔渣网，明白吗？你安装了上去，你只会品到很香的茶水，而不会喝。
吃到呢它那个茶叶 ，OK， 来张丢也是要 A3 啊，可以没有问题啊 ，OK， 郭冰丽要两个啊，松道也是要两个啊，慧雄也是要三个啊 ，LTC 新要两个、啊，可以没问题。Louis 看 ，Hello， 晚上好啊。Leon Joanne 也是要一个 ，Leon Joanne 考虑看看啊，真的是只是要哪一个吗？你哪一个？52，西马邮费8块，你哪一支就60块了，你倒不如直接拿两个100块，我西马做免邮费给你们，明白吗 ？OK， 所以真的各位朋友，你们自己用考格雷的算一算啊。那一个价钱怎样拿你都是呢，拿两个会比较值得 ，OK？ 那再加上啊，今天你买两个不够的，尤其你有家人的 ，OK？ 你有小孩子的，你拿这个给他，千万不要再给他用那个塑料瓶了。特别优惠给你们。对 ，OK？ 所以呢，现在也要给你们看，里面放了刚刚很滚的烧水，我们外面摸它不会烫手，明白吗？而且今天你看到啊，啥意思？直接安装了那个隔渣网进去里面了。瓶子外面膜不会烫手啊，如果今天你买到的保温壶你放了热热的烧水进去，你摸外面它会烫手的那种，它就不能保温很长时间 OK， 那种绝对不能，因为它的杠没有几层厚，明白吗？再加上它保温效果不可能可以去到15个小时啊，如果外面烫手，明白吗？ OK， 所以来给你们看啊，里面现在是这样子的情况，sorry 啊 OK， 里面啊现在是这样的情况，有看到吗？隔渣网给它放进去，然后呢盖子跟它盖好就可以了。记得这个你只要锁紧锁好，你车在漂移的时候转弯的时候啊 ，OK， 一下子给它得把那跌倒，它是不漏水的 ，OK， 它是不漏水的。你们可以放100个心，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拿保温壶，明白吗？我们拿保温瓶，但是呢，当你带出去外面啊，里面那个水热热的嘛，一个不小心它得把那倒到那个热水烫到自己，很危险。这一个你可以放心 ，OK。所以来呀，刚进来你还不懂我在介绍什么，你打一号啊，因为我看到很多人刷单，我来不及读了啊。你们自己呢打上来，你要多少个，跟你要多少容量的，明不明白？不管你拿大的，你拿小的，你拿中的，总之我全部统一价格给你们就对了。OK， 全部统一价格，因为我们不像 shopping mall 有这样多那个成本要给，比如说那种电费呀、租金啊，对吗？今天 online gaki mall 给你全马最低价的这一个产品，最主要这个 quality 啊还强过你在外面买百多块，但是保温5-6个小时就没有了的，对吗？ OK， 来大的多少？刚刚有回复了啊，来我拿下去看啊，我好像呢，读到有点慢啊 ，Kelvin 券啊，价钱一样啊 ，OK， 价钱一样，怎样改单对吗？来 ，Elaine Day 很简单，如果刚刚比如说你是下单了 A1， 你现在要跟我改去 A2 还是要 A4 的话啊，你直接打上来 total 你要多少个跟你要的容量，那么我的小编 OK， 他就会帮你们更改了，明白吗 ？OK， 来，现在呀、啊，我们这边煮了茶 ，OK， 我们就跟他放这泡 ，OK， 刚刚也有给你们看了，对不对？来，我现在再报价多一次啊。OK， 我再报价多一次啊，还没有公开分享，先公开分享。新加坡有送 ，OK， 新加坡给也是一样包邮呢，包 gas stamp 算新币给你们知道。OK， 今天来各位朋友们啊 ，OK， 今天这一个我们的保温壶对吗？有750ml， 750ml 你在 Aeon Boxen 看到的话呢，一个都要110到120块 ，OK。那么今天1000ml 你在外面看到一瓶要多少钱？170-180块一瓶 ，OK。那么1200ml 超大容量的，你没有200块 ，Sorry， 真的买不到这样的品质 ，OK。这样的品质啊，很漂亮，很阿达，你要送朋友、送妈妈都很好看，很美观，很高级。来，今天有公开分享了的人 ，OK， 你名字上面有 share 对吗？今天直接统一价格给你们 ，OK， 小中大全部一样价格啊 ，OK， 今天要的朋友们一个只是需要52令吉 ，OK， 一瓶52，西马运费一个就8块，所以一个包邮我们算到来就是60块 ，OK， 但是听好来，真的你们拿高格雷德出来算，买两个最划算，因为你买两个只是需要100块钱。100块 ，OK， 买两个只是需要100块，所以今天你要讲下单简单啊，你要一个你打 A1， 要两个打 A2， 要4个你打 A4， 要6个你打 A6， 因为今天呢，我们的粉丝他们来面交，经常买了两个不够，回来又讲小孩子要上学，要买多两个，你倒不如直接一次性跟我拿，因为西马
嘛，你买上两个我们就做包邮给你们，明白吗？ OK， 所以啦，记得 mention 你们要的容量，还有保价，我给你们保价五年。对，这个不是电器，但是我们给保价。对，虽然这个没有用电，不是电器，但是我依然做保价。保证的是什么？保证的就是要让大家今天你买到回家是确保它的保温保冷的效果，明白吗？保温效果15个小时，保冷20个小时。所以今天跟我算上来，因为我只做100套啊，小编你给我知道一下100套现在目前剩多少套，因为我看到很多朋友啊改单拿 A4 改单拿 A6， 等下我真的是不够出这个优惠价，因为我不能做多优惠，明白吗？我只做100套啊。OK， 所以来我看一下、啊、还有谁的留言我没有读到啊？最大多少 ml？ 最大1200。OK， 最大1200公升。然后今天呢，各位朋友们，你要记得啊，我们做这样子这样够力的示范 ，OK， 就是为了让大家看清楚我们这一个保温瓶它的品质，它的杠有多好。你看了吗？水在大滚中放在发热盘正中间啊 ，OK， 放在发热盘正中间呢，它里面的冰块完全没有融化。来，我开 flashlight 给你们看，看到吗 ？OK， 还是一整块美美的。平时如果你外面买了保温壶，你做这样子的示范，我跟你讲够力了。OK， 里面全部都是冰水而已。OK， 最重要它抗细菌。你用 plastic 的这个水壶，你用久了它滋生的细菌越来越多，导致到你的唇炎越来越严重，一直反反复复，一直会发生，到最后你只能去看皮肤科，给一次。要300多块 ，OK， 包括药膏啊，300多块一轮罢了，但是完全不能断根。只要你用上不锈钢水瓶，你就彻底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了。为什么我能这样有信心100%啊 ？Confirm 给你们知道来 ，OK， 因为呢，最真实的案例就在你们眼前 ，OK。我的嘴唇，我一直以为我是呢，吃东西没有抹干净，我也以为是我口红的成分不健康，造成到我的唇炎啊，好了又回来，好了又回来，很麻烦的，你懂吗 ？OK， 所以到最后啊，我去看皮肤科医生，他只给我一个答案 ，OK， 我进去5分钟，他给我一个答案罢了。哦，你的水瓶你要注意一下干净啊，要给它清洁啦 ，OK。然后他只给我3种药。我就回家了，这样子白白我要给300多块啊，各位朋友 ，OK。所以今天如果你的嘴唇经常有这样的问题啊，我给你们看啊 ，OK。我之前的嘴唇就是这样子的 ，OK。我之前的嘴唇是这样子的啦，虽然很丑啊，我也依然愿意公开给你们看了、啊，看到吗 ？OK。都没有人敢亲。这边是啦，没有人敢亲我了，本来都没有男朋友了啦，你懂吗 ？OK。现在有了唇炎更迟，看到我嘴巴这样更不敢靠近我，还讲要 kiss 我啊，更怕。OK。所以今天呢，这么恶心的东西，千万不要让它持续发生。我们要有形象的嘛，你想象一下，傻义如果有这样的唇炎啊 ，OK。他女朋友都不要跟他亲啊，我跟你讲、哎、OK， 真的，你是你想象一下啊，那个画面啊，有没有觉得 Oh my God， 你整个很想呢一巴给他拔下去就对了OK， 所以今天真的各位朋友们不需要呢不想要你们去经历到这种白花费啦，明白吗？你今天只是需要跟我花费一个100块钱，你带走2只，明白吗？买给你们的老公、你们的孩子、全家人一起用不锈钢水瓶，从此你们就不用担心细菌会弄到你们的嘴唇发炎这个问题了，明白吗 ？OK 啊，所以来呀、啊，我看一下啊，刚刚我报价了对吗？可以，泰妹1200 ml 多少钱啊？松露，我今天哦，不管你买750 ml。你买1000 ml 还是你买1200 ml， 我们都只是呢同一价格。总之你买上两个啊，两个只是需要100块，因为一支52加买邮费就60块。OK， 你买两次就100块，明白吗 ？OK， 包括谁刚刚早上有跟我们这贼购买这个父亲水壶啊 ？OK， 父亲水壶的话呢，今天你们可以用我这个不锈钢的水瓶来装，因为如果你用 plastic 啊，我跟你讲，你塞样到了咯，对不对？它里面的这个水分子会消失掉，你用不锈钢的，它就可以持续帮你们保存，给你们呢可以吸收进去你们的身体，明白吗？所以啦，现在啊，傻义那个是空的是吗 ？OK， 这贼本身的是吗？他是不是叫你装的啊？完老诶 ，OK， 来给它装进去里面啊 ，OK， 因为今天不锈钢呢，
它是完全是抗菌，跟它可以很好的保存那个水分的营养跟水分子，所以你跟它放下去给它保存，你就不用担心了 ，OK， 明白吗？所以早上有跟姐姐购买过这一个父亲水壶啦，你们跟我下单这个拿来装就对了啦，不要用 plastic 啦，千万 OK， 千万不要用 plastic 水瓶来装这个呢，这么阿达斯的水啦，你也要给它这个阿达斯的水配上一个阿达斯的水瓶了嘛，还有 OK， 所以来 Kelvin Jen 啊。有下单没有分享，记得公开分享啊！来 Jennifer， 靓女，老板娘，你要你拿两个啦，真的，我没有骗你的，拿高克雷德改一改 ，OK， 两个，100块，你买一个52块，怎样都是两个表带 ，OK， 来 ，David Pai 有你整好啊 ，OK， 没问题，来，苏森林也是要两个啊，好，瓶子外面摸起来会不会太烫？不会 ，Apple Lee 不会烫 ，So confirm guarantee 100%啊，100%confirm 不烫。100%confirm 不烫，甚至连那种温温你都可能 feel 不到。对，明白吗？甚至连温温他都不会 feel 到，明白吗？因为他这一个杠呢，它是很多层的，所以今天当你呢到了里面100度的烧水，你摸外面，它是不会烫到你们的小手手，不会羞羞，明白吗？但是如果你这样子煮，它外面肯定羞羞啊。OK。但是它里面不会影响。对，它里面不影响，因为你看到吗？我里面是放冰块。外面煮着，里面没有影响，看到。外面这么滚，里面这么放那个冰块呀、啊，还是一粒一粒的，完全不会有问题。OK， 所以来我。现在呀，看一看，哦哟，我又按到什么鬼 ？OK， 来 ，Euclid 最大1200 ，OK， 最大1200 ml， 你可以给我拿两个1200，拿两个1000 ml， 或者你要装波一起也可以，明白吗 ？OK， 所以来我看一下，阿 Kimi 有下单啊，可以没问题啊，我看一下，哇，下单了，我来不及念了，来 KW1， 我买了6个。好用，谢谢你 KW1 看到吗，各位朋友们，这个产品啊，我跟你讲，它这种 quality， 我们给你到这种最低最低最低的价格啊，你在外面你要找你真的找不到 OK， 尤其是很多刚刚要做人家妈妈的，她要坐月子，首先她一个人她就要用一个保温壶了，她要喝红枣水的对吗？她要补身体的吗？喝保温壶一定不能缺少。再来第二点，她半夜baby要喝奶，他要泡奶给 baby， 如果保温壶不能将那个水温 keep 到好好 keep 到长时间，当你要用要泡奶给 baby 喝啊，你的水已经变凉了 OK， 所以这个真的是很重要啊，明白吗？来谢谢 LB， 记得帮我公开分享直播啊，谢谢你。所以来有谁你们刚进来啊，你们还不懂优惠价格多少钱对吗？来麻烦你们呢打上一个8号上来OK， 麻烦你们打上一个8号上来，我会重新报价给你们抢购。那么刚刚给你们看到了吗？对不对？保温保冷没有问题啊，因为它保温是可以去到15个小时。OK， 如果你里面是放冰块，你打包的咖啡冰啦，你放奶茶啦，你放米露冰啦 ，OK， 它保冷效果可以去到20个小时。OK， 多不露 hour 啊 ，OK， 20个小时。强不强大？一天才24个小时，它保冷就可以帮你保冷到20个小时了。OK， 超牛逼的，对不对？来，现在呀，刚进来的朋友，我再给你们看一个很够力的，就是这个冰桶。OK， 你以为我刚刚只是一直做这个示范爆料咩？不只是它保冷效果好啊，保温效果才叫一流啊！我跟你们讲，保温最重要。这个冰桶这么多冰。那么今天我刚刚这一个保温壶里面我是放100度的烧水嘛，对不对？ OK， 我是放100度的烧水。那么基本上呢，按照逻辑，按照 common sense 这样子的情况，保温壶里面的水根本在不会再冒烟了的。OK， 根本不会再冒烟了，一定会变凉，对吗？来，现在撒一啊，我们基本上是放了一个20分钟了。OK， 超过20分钟了，来，我们打开给大家看啊，有没有在冒烟啊？来，现在你们看清楚啊，各位朋友啊，看好好啊。OK， 看到吗？有看到吗？各位朋友们，还稍稍喷烟上来的啊 ！OK， 有看到的朋友打上有上来 ，OK， 有看到的朋友你们打上有上来，这样子的情况，它还可以帮我保温到这样的情况。我跟你讲，这个保温水瓶你不买都对不起啊 ！OK， 太棒了！你之后如果要再遇到这样子的瓜力地索利啊，2只100啊，没有 OK， 你没有一个400块，你买不到2只 OK， 你没有一个400块，你根本买不到2只啊，这样子的瓜力地 OK。所以今天来各位朋友们啊，我看到呢。有人你们有打上8号对吗？还不懂价格啊 ？OK， 等一下我再报价啊。现在呢，
我看一下 ，OK， 我看一下你们的留言，要知道价格你们打包上来 ，OK， 因为我看到不是很多人打包好 ，OK， 妹，我要1500ml 的蜜要玩我嘞，苏西，我这边只有750、1000、1200 ，OK， 之后我帮你问一下厂家有没有1500啊 ，OK， 来一本去记得帮我公开分享直播 ，OK， 早上你们三个开 live 到现在要晚上了，对呀，因为今天是母亲节，所以就想到今天呢，给大家这个福利，你要买给你们的妈妈当做母亲节礼物可以。OK， 你要送给朋友可以，还是男生每个月你们的女朋友来那一个姨妈的时候，你准备一个这样子的保温壶，里面包着一个红枣水，他会觉得你不贴心吗？不可能，因为他这个保温效果去到15个小时 ，OK， 他忘记喝，他在打开那个瞬间还是有温度的，对 ，OK， 暖暖的。还是暖暖的啊 ，OK， 是不是学会了嘞？傻义还不下单等什么 ？OK， 来利用赖牙要 A2 啊，记得把我公开分享直播 ，OK。所以今天大家不要玩玩，嘴唇你有破裂，你千万不要用手去灭它 ，OK。你千万不要用手去灭它。来 ，Kelvin Jen 拿信息，我等下汇款给你，可以 ，OK。小的750啊 ，OK， 小的750ml 啊，李翔有收到吗 ？OK。对，小的750，最小750，最大1200，中的就是1000ml。新加坡有送啊 ，OK， 新加坡有送，新加坡有送啊。来，我现在再报价多一次啊。原价你们在外面购买750ml 容量这一个的话呢，它的价格都要110到120，1000ml A 用百升的价格要170到180，1200ml 没有200块买不到。今天它外面的这一个保温壶给到你们这个的价格，它最多保温6到8小时。OK， 最多保温6到8小时。今天我给到你们这个价格。保温效果呢，去到15个小时。15个小时保温啊。OK， 15个小时保温，保冷可以去到20个小时。那么今天听好来，100多块唔免啦。OK， 只有一个要求，帮太妹我公开分享这一场直播。公开分享这个直播。OK， 公开分享这个直播，然后打上关键字“有你真好”上来就可以了。然后一人按一个 like， 一人按一个爱心上来，来优惠价格。一个52块带回家，来52块一个带回家，西马运费8块钱，所以一只加起来你要给60块，对，所以倒不如你直接拿两个四个，要买就买2只、4只、6只，对，你要买就买2只以上，因为你买2只，我们今天只收你们100块，再加上西马我还做免运费啊，对，母亲节特别优惠，西马免运费，对。母亲节 special offer， 让你们可以尽一份你们的孝心，你们的心意。2只100块西马做免邮，然后东马的朋友呢，1只是12块钱邮费。然后如果是新加坡，我们包邮算新币，1只40新币。你买2只才60新币罢了啊。买2只、6只、3只、80。对，3只80。要怎么下单很简单，你要1只你打 A1， 要2只你打 A2， 要4只你打 A4 啊 ，OK。要记得24小时里面汇款，因为这一个厂家呢，它是保留这个优惠24个小时，明白吗 ？OK， 要什么容量你们自己打上来啊，有750、1000跟1200，你们可以自己打上来小、中、大啊，这样子比较容易看。OK， 小、中、大看你们是要哪一个容量，明白吗？那么来，小编给我知道啊，目前100套剩下最后多少个 ？OK， 100套剩下最后多少个？打上来给我知道，我不能卖超过。记得啊，每一个你们购买的这一个保温瓶，我们都有附送你这个保温这个环这个皮质袋袋。皮质袋袋啊，都会送你这个皮质袋袋，很秋的，给你们看，很漂亮。这个是军绿色的，近看给你们看它的皮质，看到吗？送的东西我们都要送到有 value 啊。OK， 不是送你巴料巴料，你看到它的车线你就知道了，真的是很好，它的 quality， 明白吗？你小孩子要上学，你直接这样子叫他背去上学就好了。来，傻义扮小孩子一下。OK， 妈咪我去读书了，妈咪拜拜，妈咪拜拜，看到吗？啊，如果啊今天有这个袋袋不小心跌地上都还不用担心 ，OK， 看到吗？够像够像，你原本都是小孩子来的，原来 OK。那么包括你们有没有想过你们的父母亲，他们有时候呢也是很需要这一个保温壶，有时候他们要泡养生茶，对不对？没有一个。
没有一个可以保温的，保温壶哪里可以？每次跟朋友出去淋茶的时候 ，OK， 他没有一个保温的保温壶，每天只可以跟人家接热水来泡咯，对吗？今天有了这个保温壶又不一样哦，他朋友又觉得他很阿达哦，很厉害哦 ，OK， 品质又很好哦 ，quality very good good 啊 ，OK， 品质绝对是保证，因为今天你有跟我购买这个保温水瓶，我们有做那个保价五年啊 ，OK。保价五年，你没有听错啊！我现在不是卖电器，没有插 plug， 没有 battery 啊。但是这个保温水瓶，我做保价五年的时间给你们，保的就是你们如果在五年里面有任何问题，保温壶不再保温，不再保冷，我们直接呢做保价给你们，明白吗？当然记得不要让它跌地上啊。但是先讲好啊，你不要跌了地上过后哦。你跟我讲，你这个不能保温了，不能保冷了 ，sorry 没有、啊。对，人为关系弄到它不能保温，不能保冷，我们没有保温。如果是人为的，你造成这个保温壶不能再保温的，那么我们这个就没有保，明白吗？只是说，如果这个产品你真的用下，突然间它不保温了，用下突然间它不保冷了 ，OK， 我们直接做保价给你们，明白吗 ？OK， 所以来 BLM 信讲真的很好用啊，谢谢你们看到吗？122位朋友 ，OK， 好评是一直不断打上来，从开播到现在啊，好评不断，你们就知道了。从开播到现在，还是一直不断有好评刷上来，因为我们基本上这个保温瓶啊，已经卖了很多很多出去了，而且回购的粉丝跟回购量是超级无敌多。OK， 来，我看一下啊，袋袋真的很漂亮，很漂亮，对不对？人家都会问你啊，这个保温袋，这个保护水瓶的皮质袋袋，你买多少钱？你跟他讲送的，他都可能还不可思议。你可能外面买一个要50块而已。OK， 有送水壶套啊，红本箱。你买一个我送一个，你买两个我送两个，你买四个我送四个啊！总之只有一个要求，帮我把这场直播公开分享出去而已，明白吗 ？OK， 所以来我看一下还有谁的留言我没有读到啊 ？OK， 很多人有公开分享了，对吗？记得打上关键字啊 ！OK， 记得打上关键字，有你真好。来，林大哥 ，Is it MYR or SGD 啊？如果是讲呢，我刚刚报的价格是马币，新加坡我们是直接包邮算新币的，明白吗？新加坡我们。是直接包邮算新币的，有没有收到 ？OK， 所以来，小便你有打上来吗？因为我是没有看到啦。OK， 有没有哪里我没有看到的？ No. 在上面是吗？下面的有送水壶套，下面一个。哦哦，剩下最后38套罢了啊，各位朋友。OK， 只剩下最后38套啊，来，傻义这边有没有一个空的？没有空的了是吗？OK， 你打开那边一个新的给大家看啊，因为我要给大家看它里面的构造啊。那刚进来的朋友，给你们看多一次，这个保温壶是什么品质啊？它今天这个保温瓶采用的是全啊，听好来，是全 SUS304 不锈钢。OK， 各渣网这种小细节的地方，对，它也是 SUS304。OK， 这它的盖子。它全部都是 SUS304， 瓶身里面都有刻着这个 SUS304 的字眼，我不懂你们看不看到 ？OK， 我不懂你们看到没有？因为我的这个水瓶里面深层里面啊，它有刻着的，来我看一下 ，zoom 给你们看 ，OK， 啊，看到吗？它这边有字的，它 focus 不到嘞 ，OK，focus 不到。对。全304不锈钢啊，这个对，总之你们买到回家，你看你们的瓶身里面，它一定是有写着 SUS304 就对了的，明白吗 ？OK， 所以呢，记得各位朋友，你想要让你的这一个嘴唇不会细菌感染，不会有发炎的情况，你真的要改掉，要换掉用 Double Way 的这一个水瓶，明白吗？因为Double Way Plastic 的水瓶，它们往往呢，里面所缠着的细菌，在你们喝的那个水瓶口里面啊，缠着很多。OK， 尤其是还有一些人啊 ，OK， 你们没有经常换水瓶，好像我本身自己也是这样。OK， 哇，我的头发过乱，我太过没平时自己本身也是这样的水瓶，我会觉得它都还没有破，它都还没有裂，这么我不要继续用它，对吗？但是就是这样的问题，导致到我的嘴唇越来越严重。那么看皮肤科医生，他都跟你讲不能断根的，你一定要吃药啦，你要擦药啦，啊，你最多保持一下你水瓶的干净咯，不是这样子的，明白吗？因为那些材质不对，所以才会导致到你们的
嘴唇越来越敏感，越来越容易呢会有这个发炎的情况。而且一次发炎，你懂它需要花多长的时间它才可以完全修复回原本的嘴唇嘛，真的是要很长时间的。 OK， 所以来呀，我看一下啊，王正帝啊，好啊，可以，没有问题啊，可以1000 ml 两个吧，可以，苏顺顺，记得今天你750 ml 1000 ml 1200 ml， 你不管哪两个多少容量的，我们都是一样，两个100块给你们就对了。 OK， 总之就是你拿两个100块，我不理拿多少容量啊。 OK， 我不理，总之你有下单你要打上来，你要小的，你要中的，还是你要大的，方便我们小编记录，明白吗？方便我们小编记录啊。还剩下25套罢了， OK， 还剩下25套而已啊。那么哎呦，你全部倒进去了啊，刚刚那个什么父亲水打完了哦，打完了啊，准准啊，没有啦，这个是两个 liter 嘛，还有一点味咯。OK， 那你们早上有跟我们姐姐购买这一个啊，父亲水壶。OK， 你们有很多人问到我能不能放那一个我们的那个塑料壶里面。你自己的水瓶可以放自己水瓶里面，没有问题啊。你要带出门可以，但是如果是讲你要让自己的身体吸收到更多更好，保存到更好的水分子，你就将那一个父亲水的这一个对 hydrogen water 倒进去，让它保存多一点那个水分子。如果你是放进去那个 plastic 水瓶的话，对，它会破坏掉那个 hydrogen 的那个水分子。对，它会破坏掉 hydrogen 水里面的那个水分子，明白吗？ OK， 所以大家要记得啊，千万不要用 plastic， OK，千万不要用 plastic 水瓶啊。来 ，Doris 干要1200 ml 加二啊，可以，没问题。Amber Chan 也是要两个1000 ml 的，苏生顺要1200 ml 两个啊，可以，没问题啊，马上帮你们做记录啊 ，OK， 马上帮你们做记录。那么丁秋 N 也是要1200 ml 1000 ml 的，可以，没问题。我看一下，刷一下啊，还有谁的问题？来 ，Doris 干美女有收到了吗？这个就是我们的不锈钢。全 SUS304 的保温保冷没有问题了啦。现在我开播到现在多久了？整一个小时都要来了 ，OK， 一个小时都要到了啊！我开 flashlight 给你们看啦、啊，一直都是开着大火给它煮，有看到吗？冰块还是一颗一颗的 ，OK， 冰块是一颗一颗的。我给你们看，我们真的是开火啊，开大火。开着火大滚啊，在大滚着。P8 是最大火啊，来 zoom 大一点给你们看 ，P8 是最大火候，一直放到现在，里面的冰块还是美美哒。OK， 我们最讨厌喝米露，喝 Nescafe， 天气一热，里面的冰块一融掉，味道全跑了，不好喝。OK， 你花了一个两三块打包一杯水啊，然后每次你要打包打包打包，因为那个味道不好喝了，对不对 ？OK， 啊，所以为什么我们的这一嘴啊？啊，他有一个专属他的水瓶的，因为他每天打工要喝 Nescafe 冰啊。天气如果很热，一下子那个 Nescafe 冰就不好喝了。啊，他就直接给阿奶这个水瓶，阿奶就不会把那个啊他的 Nescafe 冰呢放进去这个水瓶里面。啊，到他开播到晚上 ，OK， 放工前那个水瓶的冰块里面还是美美的，一颗一颗的啊。OK， 来，现在呀、啊，各位朋友们，我只剩下最后的十多套罢了。OK， 我只剩下最后的十多套，有谁你刚进来还不懂价格多少钱，你打八号。我现在叫傻义啊，趁你们打八号的这个期间呢，我叫他拿出我们刚刚那个茶给大家看一下。OK， 哦什么哦？OK， 哈哈哈哈，来给大家看一下啊，今天我们这一个呢，哦哟，很快哟。OK， 这个不锈钢的保温瓶，你看到吗？我们才刚刚放进去多久？十分钟罢了。对， OK， 所以你们要喝的时候可以直接这样喝。你看啊，我们是在这里是有装着这一个个渣网，当你里面就算有茶叶、有花茶，你跟它倒出来，你的嘴巴里面是不会咬到茶叶，苦苦涩涩的啊。你不喜欢喝到那个渣了，你就放个渣网下去，你看到吗？方便吗 ？OK， 你带一瓶去 office 啊，肯定有人问你，哎呦。林瑞，你这个水瓶哪里买了？这样好用的，保温又这样久的，我没有时常看你进 pantry 装的水了，就是因为我们这个 High King 水瓶的保温效果，明白吗 ？OK， 看到没有？整个茶泡出来浓浓的、烧烧的，还在冒烟啊，各位朋友 ，OK， 还在冒烟的，完全没有问题。这个还不够够力啊，各位朋友们，这个还不够够力。来，傻义拿出来我们那个雪藏了多年的，雪藏多年了这一个82年的热水 ，OK，
来，这里里面我们刚刚开播的时候呢，我们是放100度的烧水 ，OK？ 我们是放100度的烧水，然后直接将它蒸下去，整个哟冷哦 ，OK？ 整个都是冰块的这个冰桶里面啊 ，OK？ 外面你摸它是冷的，肯定嘛，因为刚刚我们做这冰镇，现在我们打开给你们看啊。对。给你看啊，什么叫外面的温度？你注意看，如果今天它保温去不到15个小时，我跟你讲，这个时候我放冰块里面，它根本不会冒烟，你有看到吗 ？OK， 有看到的朋友刷一整排 like， 刷一整排爱心上来，看到吗？蒸了这样久的冰水里面的烧水啊，还是热热的，还是在冒烟的。OK， 所以今天你敢下单就对了，品质保证啊，各位朋友们。OK， 品质保证，但是给你平民价格，明白吗？来 ，Key 啊，记得帮我公开分享直播，因为看到你名字上面没有写热啊，看到吗？这里就很明显了，那个烟一直在飘了，有没有看到 ？OK， 有看到对吗？我看到很多 like 爱心上来了啊。看到烟在飘吗？OK， 所以真的很久了，半个小时了咯，超过了，差不多开播就已经这了，超过半个小时还是烧烧的 ，OK， 还是烧烧的，所以今天来呀、啊，各位朋友们，敢下单就对了啦，品质保证啊，朋友，品质保证，品质保证啊 ，OK， 所以来119位朋友。大家，我的直播已经1个小时了，你们还有谁还不知道还有问题的，麻烦你们打上来呀、啊、，OK。麻烦你们打上来呀、啊！你是怎么？我没有怎么啊？看到你很紧张。OK， 所以来 WL Wong 啊，要 A 二啊，1000ml 可以没问题。谢谢你啊。OK， 两九 N 要 A 二1200ml 两个面胶，明天可以来拿吗？可以，明天是星期一，我们也是有开。OK， 星期一也是有开，明白吗？我们的营业时间是早上10点到傍晚6点。OK， 早上10点到傍晚6点，你们可以来面交给 cash， 或者你们要给 e-wallet 都可以啊。OK， 来，所以大家，我现在在报价最后一轮，我们就差不多关包了，因为我只剩下最后的10多套。OK， 只剩下最后的10多套啊。来，今天这个保温瓶，你们在外面有看到的话，750ml 原价一个要多少钱？110到120。OK， 那么今天如果是讲了1000ml 的，你在外面买都要170到180块。OK， 1200ml 没有200块都买不到。买不到。OK， 买不到啊！今天来各位朋友听好好啊，我不理你买小，你买中，你买大，我统一价钱。统一一个价格。我统一一个价格。今天外面你买到100多块一支的水瓶，保温效果只会去到7到8小时。OK， 只去到7到8小时。今天听好来，我一个100多块不用。OK， 一个今天只是需要52块带走。52块带走一个。但是你记得不要单单买一个啊，因为你买两个更划算。你买一个52块，西马运费8块，总数多少钱？60块，你才拿到一支，对吗？今天来听好来，你买上两支，直接100块钱。100块钱两支带走。100块钱带走两只西马，再做免邮送到你家门口，让你直接可以使用这个产品。所以今天你要两只，你打上来 A 加二；你要4只，你打上来 A 加四；你要6只，你打上来 A 加六。家里有5个人，包括你，包括你老公，包括你2、3个孩子的话，你直接敢跟我拿多去，明白吗？因为你在外面买 ，OK， 你要买4个，你基本上没有一个。400-500块你买不到 ，OK？ 你今天在我这里4只啊，200块钱。4只200块钱啊，包邮西马去到你家。对，东马的运费我们一直的用快邮加保险寄过去才12块钱 ，OK？ 24啊、对，2只就24。新加坡我们包邮算新币呢，1只是40新币 ，OK？ 明白吗？2只就才60新币。现在开始再让你们下单，新加坡记得啊，我这个价钱啊。我们是包邮，哇，那个头发炸掉了。那我们是包邮，然后呢，直接算新币 ，OK， 包 gas 单寄过去给你们的，明白吗？所以来呀，现在给你们下单 last call 了，有送每一个我都会有送袋子，只要你有在24小时里面汇款，你下单多少个，我就送你多少个保温袋，明白吗？有没有收到 ？OK， 有送来 ，Usri 有送啊，还有立冠，后来沙溢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那个保温袋，那个皮质袋袋 ，OK， 皮质袋袋给你们看啊。
每一个水瓶都有它专属的袋子，明白吗？大中小都有它的那个袋子，大中小都有。对，大中小都有啊，明白吗？这一个皮质袋袋很穷啊，大 ，OK， 配上你们的这个父亲水啊更好 ，OK。所以早上有买父亲水壶 ，OK。你那个水不能放 plastic 给它保存久久的，你给它放进去，像姐姐这样 ，OK， 放进去里面，然后再配上这个皮质袋袋，给你的小孩子带去上学。哎呦 ，OK， 45度的父亲水放下去，回到来还是45度啊，保温效果久久啊 ，OK， 所以来有送啊，有送啊，收到吗 ？OK， 哎呦死了，我没有带来没？哦有啊 ，OK， 来亮九 N 啊，明天有做工啊，赶不及，不用紧，亮九 N，OK， 你看你几时有空你就过来拿咯，明白吗？记得不要，总之不要爽我单就可以了 ，OK， 来 Desmond 啊，有下单视频记得打上你要的容量啊 ，OK， 有小钟大来塞印你那个背到很爽哦，跟他放回去嘞，嗯，好背到很爽一下哦，跟他放回去嘞 ，OK。放回去啊啊，这样子才对嘛！要放回去给他们看一下小中大的 size， OK， 小中大的 size 啊，来，所以93朋友，现在我给你们截图一下我们那一个银行户口啊 ，OK， 要来面交也是记得，要来面交也是记得啊啦，给大家拍一下，来朋友们来这里给你们拍一下我们的公司银行户口。OK， 然后你们刚才有下单的朋友来要汇款的话，记得看清楚户口财款。我们公司只有一个银行户口啊 ，Sages Lavish Number 321-5927-906大众银行 Public Bank 啊。OK， 所以你们要汇款的话，来记得看清楚来啊。最近老千骗子很多 ，OK， 老千骗子很多，所以你们看好来。那如果是要来面交的朋友，记得先在直播有下单，你直播有下单了过后，你再过来我们这里面交啊，不然来到没有货给你们啊。OK， 那我们的店是在 KL 个泵基隆坡甲洞。OK， 你们未来的话使用 Waze 或者你们用 Google Map GPS 打上 Online Gaki Mall 就可以来到我们这里面交了。有收到吗？来，大家截图下来。对啦 ，OK， 所以大家把截图下来先。对，截图下来，记得24小时里面汇款啊。OK， 可以，梁九安可以，你汇款了之后把它发去我们的 Messenger 给我们的小编记录就可以了啦，懂吗？哦哟 ，OK， 那各位朋友们啊，我现在呢要关播了，那么转过来一下，我老哎，我跟你们讲，我的头发一到下雨天就是这样 ，OK， 所以各位朋友啊，今天就算是下大雨，我也要做这个福利给你们。加上呢，我不单只是因为卖产品而卖，最重要就是如果这里有人跟我一样面对着有唇炎一直反复发作的这个问题，你用我们这个白杠的水壶，你就不会再发生了，直接就是帮你断根 ，OK， 直接断根不会再发生了，你也不用花一次300多块去看那个皮肤科医生，给你擦药啦，给你吃药啦。我跟你们讲，根本不用，因为这些都不是你们的这一个口红问题，也不是你们的这一个卫生问题，其实是你们的水瓶材质，采用的那个塑料瓶的问题，明白吗？因为用久了它会有细菌，不锈钢的话它是抗菌的，抗菌的这一个材质来的，明白吗？代代有卖吗？代代没有卖，代代只送不卖 ，OK？ 代代只送不卖呀、啊，不好意思啊 ，Usually 你跟我买代代的价格，你倒不如直接跟我拿一瓶两瓶 ，OK？ 因为这个价格皮质代代啦，讲真的啦，还贵过我的这个保温瓶的价格，明白吗 ？Usually OK？ 哦哟，你干那么大了哟 ，OK？ 大了哟，嗯 ，OK？ 你们的店开到几点？我们的店啊？早晨10点开到傍晚6点，记得唔好超过6点啊。OK， 不要最好不要超过6点啦，因为六点基本上我们面交的这些同伴们呢，他们已经要下班了。小哥哥小姐姐们已经很累了，工作一天啊，他们要结账回家了，所以你们不要超过6点哈，最好啦。OK， 所以来97位朋友，还有谁要赶上末班车的？现在让你们赶上，因为基本上100套我已经出完了，我也不能再出了，因为呢，这个产品厂家只给我出100套 ，OK？ 厂家只给我100套啊，明白吗？还有谁要下单？你们打上来呀、啊！我现在呢要关播的，七空要晚上好，晚上好啊 ，OK？ 所以来给你们看到最后一幕，
我们这个水平冰块还在啊。我从开播到现在滚着，你看到吗？那个冰块还是一粒粒的嘞，开玩笑咩？你以为？对呀。OK， 如果它的钢不是有几层厚的话，它根本做不到这样的效果，你懂吗 ？OK， 基本上你用普通的保温瓶，你这样子来煮啦，很快它就变成水了，它就变冰水了，懂吗 ？OK， 铁弟弟哦，卖安内嘞，记得帮我公开分享来抢购，因为你名字上面没有 share， 我给你看哦。哎，这里没有。OK， 记得要公开分享，明白吗？哦，吓到我一下 ，OK， 是不是你也是吓到一下？来，铁第六啊，你看，去车空业真的是有帮我分享的啊，名字上面有写了的，你的名字上面没有写了，来，我教你一次讲公开分享啊，左下角按 share，OK，、okay? 按了 share 你按 right post， 按了 right post 呢，你就按这一个 friend 把它调去 public，OK，、okay? 把它调去 public， 按 done。然后呢 ，post 一次在你们的个人主页就可以了，明白吗 ？Usriya sudah beri itu hari 呀，哦，你那天已经给我们购买了这一个水壶，对吗？你是要再另外加购吗？因为基本上我们的水瓶每一个都会有附送一个 啊，每一个都有附送的，你可以问一下我们的小编 ，OK， 可以问一下我们的小编啊，来一路几多钱啊？几多钱？不多钱，今天做最低价格给你们，我报价做一轮我就要关播了啊 ，OK， 所以今天这一个保温水瓶你也可以拿来保冷的话，原价750 ml 的呢，一瓶要多少钱？110到120块 ，OK， 1000 ml 的要170到180块，1200 ml 的呢，要没有200块都买不到 ，OK。那么今天来各位朋友们，它这一个价格，它保温效果给你们8个小时罢了最多 ，OK。今天啊，我这个保温效果去到15个小时，保冷去到20个小时，价钱一个只是需要52块。西马邮费一个8块，你买一个兜的就是要给60块，懂吗？但是今天你直接购买两个布里纳，小、中、大，两个就是100块。西马24小时里面汇款，我做免运给你们 ，OK？ 来面交也不用给邮费 ，OK？ 东马运费一个12块钱，两个24块。新加坡包邮算新币，一个是40新币。两个就60新币包邮包 tax， OK， 我们马来西亚出发地点去到你家目的地60块娘娘，要下单一个你打 A1， 要两个打 A2， 要四个打 A+4， 明白吗 ？OK， 容量记得要打上来，你要小还是要中，要还是要大啊 ？OK， last call 呀，我要关播了，因为这边呢，你看到吗？这个不是警察，这个是 security。啊 ，security 啊，我们就要关播了 ，OK。然后记得啊，各位朋友们，如果你是呢有买富清水壶的，千万那个水不要跟它保存在 plastic 水瓶里面，你可以打了电解了那个水带出门，但是呢，千万不要装那个 plastic， OK， 你给它装进这个不锈钢水瓶里面就对了，那就丢了。这个不锈钢的，这样就不会破坏它的水分子。嘿，就还安用啦 ，OK。所以来各位朋友 ，last call 了，我饿了，我又要吃饭了。你又饿了？我咯，我又饿了啊。OK 啊 ，last call 啊，剩下最后8套罢了，因为下雨了，我们撒野也累了。等一下晚上不知道哦，你们可以留守一下，有吗？晚上还有播吗？好像是光头哥跟撒野啊。哇哦 ，fantastic！ 你今天真是太棒了，给你2个 like， 加买脚趾4个 like，OK，、okay? 还不够啊 ，OK， 你永远是最棒的啊 ，OK， 来吃空要把妹记得要去吃哦啊，是肯定我肚子叫了，我要去吃了，OK， 所以来，如果大家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就关播了啦。感谢你们大家的收看，也很感恩你们有帮泰国妹分享这一场直播的 ，OK， 来甄嬛安娜 last call 啊。没有分享嘞，你很坏蛋嘞 ！Last call 下单都不要帮我太妹分享啊！我下大雨开播不用紧，给你福利不用紧啊！你还一个要求都不要做到，哎呦！OK， 来，Raymond 啊，泰国妹你在哪里？我在我们的仓库这边开播咯。
我在开直播OK， 所以来大家没有什么问题，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啦，谢谢你们大家收看，大家拜拜，照啥一下拜拜拜拜，等下再见哦。拜拜。